好了，开始了，分享一下，都已经画好了，然后一包细扎，都已经画好了，你们看，一包，每个都画好了，灯也开了，刚刚有过亮，哎呀，一包差不多细扎了，哦，等一下就先点焊，先把它点一点，然后照位置夹。那每一步的味道都 的位置都一样，然后烧差不多两公分半吧，大致这样，然后都把它翻了，通常大致小致都这样做，包括十几米都这样做，这是一个方法啦。那你要不要那个啦？其实这个要夹这个东西很多方法，我只是选择最高纲的。以前都只是用看而已啦，那前后抓一抓，前中后这样子，随便。现在不要啦，因为做事业不能这样子，大事小事都是规格都是一样的。OK， 好啦，下一段见，拜拜。下一段见，拜拜。好了，开始拍了，然后焊接好了，两边都焊接好了。等一下叫老婆来帮我敲一敲了。都四十几包 ，OK， 两边都切好了。啊，因为这是防电机的，所以很难烧，就跟传统也是一样，它要切好几下，它才会感电，那不会让你一摸到焊条就会电到了。缺点，防电机就缺点就这样。有时候你敲到那个药粉都没有，然后会连住了，所以防电机适合拖来烧，点一下然后用拖的，用点焊的那个不好用，完全不好用，用了快20年了就。不管是那种电子式的跟传统式的都一样，对啊。防电机只是说公家用，公家的那种一定要防电机，不然它不会让你去进去烧。防电机好就是说有在湿地啊什么，你不会摸焊条它就会点了，安全性有了，这缺点就是排银赫，就排银赫了，对啊。然后不好弄啊，都有时候敲一敲上它会都。它都连在上面，连装住，所以不好用了。哎呀，等一下就会把它喷好了。现在9:38左右 ，OK。赶快弄一弄，天气很冷。哎呀，就断到这边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开始拍了 ，OK， 完成了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老婆吐吐了这身体，然后还有一遍，等一下我就去敲一敲。老婆敲一敲就这样子，然后喷漆把它处理干净，就是这样子。盖到水水了吧？然后漆至少喷4层吧，那4层它才防锈会比较好。哎呀，这小工作也啊，可是你这样子哈，这样子弄一弄就你看什么漂漂亮亮。哎，哎呀。就这样子啦，现在外面14度，快10点，哎，10点了啦 ，OK， 也把工作完成了啦 ，OK， 好啦，这个就播到这边啦，然后花点时间就把它弄好了，明天下午就把这些搬上车，礼拜一早上就去工地了 ，OK， 好了，影片这边结束啦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